社区长辈拿着球向前抛出，距离目标点越近就能够胜出。这样的滚球运动是让长辈都非常的热情参与。新町区德生里的社区据点有许多长辈都会来参加课程，虽然近期疫情紧张，不过长辈们几乎是三剂疫苗打好打满，再加上戴口罩勤洗手，在防疫工作上他们也非常谨慎。打三剂，我三张那个莫德纳，有啊，三次都打了，照那个政府的政策走啊，勤洗手啊，啊消毒啊，哎呀，哎戴口罩啊，有啊，都挂口罩啊，口罩要挂好啊，啊洗手啊，我回家马上就洗手，这样子。长辈比较少用手机，进到活动中心，里长也叮咛要做好十连制，相关的消毒工作都要落实。好医生，来去哪边送啥？啊，哪边送啥？哪边送啥？就安尼做。但是那些爱实名制，我们平常，吼，尤其咱有年岁啊，吼，一定平常时一定爱较细腻的，吼，啊，勤洗手，啊，搁常挂口罩，吼，你就唔通讲疏忽哩。其实大家都打到三剂了啦，啊，来就是说一定要实名制，实名制这个很重要，哈，就是来就量体温啦，还有。消毒啦，啊，这方面我们都先打得非常非常严谨啦，啊，最近我们没有，就是没有规定说不能开嘛，啊，他们非常喜欢嘛，来这边运动啦，来这边聊聊天，会不会说在待在家里不舒服，是这样。去年社区据点曾因为疫情暂停开放，让长辈在家没人照顾陪伴，不止少了乐趣，在生活起居上也出现问题。因此里长大力呼吁宣导防疫，就是希望长照站的防疫能够滴水不漏，持续提供照顾服务。记者潘志光、潘文玉高雄报道。